我们沿着高步道往上走，大概走了快200公尺，那我们这条路继续走上去，看这古道是怎么个走法。市长好，我们到那个顶脊寮分向6号了。对，我们再往，是不是有那个石块路，一爬坡的石块路？好，往那个5到7号那边往棱线上面继续走嘛。好 ，OK， 好。一个楼梯，像那个阶梯一样，是不是？就是7号旁边有一个阶梯往上走，会经过一个民宅。好，要到房子那边，里面有一个路。都没有路了。好，好，带你，你带路去探索。好，我慢慢走，你带路去探索。我知道，就是我不能挤的话，就可以安全了。哎，好，刚刚那条路不太对，然后我们说要沿着零线走。那边绕到房子的后面，然后呢？跟他用视讯呢，视讯他就视讯。我们到这边。